央视网消息，由海军导弹驱逐舰长春舰、导弹护卫舰荆州舰和综合波给舰巢湖舰组成的中国海军远航访问编队圆满完成亚非欧20国访问任务，10月15日回到祖国。导弹驱逐舰长春舰、导弹护卫舰荆州舰、综合补给舰巢湖舰。上午九时，编队三艘舰艇缓缓靠上浙江舟山某军港码头，海军东海舰队举行了隆重的欢迎仪式。从4月23日起航以来，海军远航访问编队历时176天，航程31000多海里，航经太平洋、印度洋、红海、地中海，穿越马六甲海峡、苏武义士运河等26条国际海峡水道，成功访问菲律宾、吉布提、意大利、泰国等亚非欧20个国家，先后与15个国家海军举行海上联合军事演练，拜会70名到访国军政高层领导，接待当地民众和华人华侨3万多人登舰参观，圆满完成了党和人民赋予的神圣使命。2017年5月1日，在长春舰机库，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签名留言。杜特尔特说，我很感谢中国政府派军舰来菲律宾访问，我见过很多国家的舰艇，现在我见到了中国海军的舰艇，这是最好的一艘军舰，非常安全、整洁、漂亮。我对中国海军官兵的热情接待表示感谢，希望中国军舰以后有机会再来访问。杜特尔特表示，非中两国海军可以开展联合军演，我们很期待也很荣幸能以友谊的名义与你们一起在海上驰骋。航拍三军舰航行创造了人民海军历史上出访时间最长、访问国家最多的新纪录，展示了人民海军的良好形象，加强了与各国海军之间的交流和合作，加深了与到访国家的友谊和互信，续写了人民海军走向深蓝、走向世界的新篇章，赢得了国际社会和舆论的一致好评。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登长春舰参观。杜特尔特总统结束参观时，带着长春舰纪念帽离开。其实海军能力的变化也是和军队承担的使命任务的变化直接相关的。以前我们提军队要维护的是国家主权、领土安全，现在又加上了发展利益，也就是我们的国家利益延伸到哪儿，保护国家利益的力量就要延伸到哪儿。如今拥有五大兵种的中国海军，能派出由自主建造的军舰组成的编队，用大约半年时间走3万海里行20国。中国海军一步步走向深蓝，中间到底经历了石妖？今天的中国海军已由单一的水面舰艇兵力发展成为由潜艇、水面舰艇、航空兵、陆战队和岸防部队五大兵种构成，并具有和长兼备双重作战能力的战略性、综合性、国际性军种。中国军舰官兵与外籍海军展开合作。近年来，海军主战装备实现更新换代，反潜、防空和对海突击等综合作战能力实现质的飞跃。20世纪90年代被誉为中华第一舰的国产第二代导弹驱逐舰哈尔滨舰装备海军部队，标志着中国战舰朝着多用途远海作战的方向发展。2012年来，有着中华神盾美誉的第三代国产导弹驱逐舰，使水面舰艇部队同时具备了点防空能力和区域防空能力，肩负15舰载战斗机成功起降航母辽宁舰，标志着海军航空兵实现了由岸基向舰载的突破。而航母辽宁舰的服役及第一艘国产航母的建造，标志着中国海军武器装备的发展取得了里程碑式的重大成就。此外，在演习训练方面，海军初导练远海训练陈长泰先后有数百艘自舰艇、百余架次飞机初导练远海训练。而在2010年之前，中国海军很少到第一岛链外演习训练，近些年从每年一次到每年数次，频率越来越高，规模越来越大。
实现战略转型的中国海军还积极履行国际责任与义务。2008年12月26日，中国海军首批护航编队奔赴4400海里之外的亚丁湾、索马里海域执行护航任务。